大家好，我是唐磊老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必须了解的中国文化。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中国传统艺术书法。在这一讲，我们要学习三个内容：一、书法的历史；二、书法的工具；三、欣赏书法名作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和书法有关的趣闻。同学们，书法是中国传统的汉字书写艺术，其历史源远流长，最早从甲骨文时期就开始了。当时刻在青铜器上的书法被称为金文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文字也随之统一，那时候的文字叫做小篆，也称为篆书。后来又出现了隶书，在隶书的基础上，逐渐产生了楷书、行书和草书。不过，由于创作还没有自觉的形成，理论也没有萌发，这一时期的汉字书写尚不能称之为艺术。严格来说，真正的书法艺术是到了汉魏时期才形成的。汉代是书法艺术的分水岭，从这个时期开始，书法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。这个时期的书法字体多以隶书为多，竹简、石碑和印章上用的都是这种字体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书法处于承上启下阶段。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各种字体都日渐完善，不过创作上仍然以楷书和行书居多。在楷书、行书、草书上皆有造诣的书圣王羲之就诞生于这个时代。隋唐是书法艺术的顶峰时期，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这一时期，书法被列为书学，成为学堂里的学习科目。由此也可以看出自上而下对书法的重视程度。这一时期的书法大家有颜真卿、柳公权、张旭、怀素等。特别是张旭和怀素的草书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书法发展到了宋代，出现了帖学，主要是翻刻有名的字帖，然后进行模仿创作。这一时期，书法界出现了著名的北宋四大家，他们就是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，后世合称他们为苏、黄、米、蔡。明代同样继承了前代崇尚帖学的风格。而且明代历代皇帝都非常喜欢书法，因此书法艺术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。明代的书体以楷书居多，清代的书法艺术与前几代都不同。与帖学相对，它崇尚碑学，指的是以两汉的碑版石刻为书风进行的书法创作。由于碑学追求朴质、刚健、豪放之美，同时注重继承与革新，因此这也开创了书法艺术兴盛的局面。看完了书法艺术的历史，好奇的同学可能会问：老师之前提到的那些书法字体，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。中国书法艺术中常见的字体有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草书和行书，它们的主要区别从图片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来。篆书的字形比较扁长，隶书书体讲究蝉头燕尾，即笔头像蝉的头一样圆润，结笔像大雁的尾巴一样斜起。楷书由隶书逐渐演化而来，笔画更为平直，是字体中的楷模，所以称为楷书。草书也是隶书演化而来的，它的特点是字体结构简省，
笔画连绵，一气呵成。行书则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，也是最方便、最常用的手写体。在第二个部分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书法的工具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文房四宝。文房指的就是书房，文房四宝就是古时人们对放在书房里的笔、墨、纸、砚的统称。我们先来看一看毛笔，它的发明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它不仅是书法艺术产生的基础，也是下一讲我们要学的中国画中中国画独具魅力的重要原因。毛笔有很多类型，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，分为软毫和硬毫。软毫主要用羊毛制成，写出的字比较圆润饱满。硬毫主要用野兔毛制成，写出的字比较刚硬。大家看看图片里的两幅作品，就是分别用软毫和硬毫写出来的字。墨是用于书写的黑色材料，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上就已经有了墨迹。书法创作常用的是油烟墨，它由桐油烟制成，再加入胶和香料，墨色黑而有光泽。墨在制作好以后，需要放进铜模或者木头模中进行压制，可以压制成为长方形、圆柱形、鸟兽形等等。压制好的墨叫做墨锭，墨锭上还可以勾画图案，成为一种艺术。纸主要指的是书法用的宣纸，因产于安徽的宣州而得名。宣纸主要由青檀树皮、稻草制成，由于加工工艺的不同，纸的吸水性能也不一样，因此又分为生宣、熟宣、半生熟宣。书法创作时，可以根据书体及风格的不同来选择纸张。砚又称为砚台，一般用材质细腻的石块制成。砚是磨墨的工具，使用的时候，人们往砚台里加水，然后将墨锭在砚台里研磨出墨。砚台也有各种形状和造型，是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法家，比如王羲之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等等。他们形成的不同风格和流派，使中国书法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书法作品的传世名作吧。在这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被公认为书法艺术瑰宝的《兰亭集序》，它创作至今已有1600多年了。当时是一个春天，天气晴好，王羲之和朋友们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玩曲水流觞的游戏。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水沟边，人们将装了酒的杯子放在水上流动，杯子随着水流一直往下漂流，酒杯停在谁前边，谁就得喝酒作诗。王羲之将这些诗作编辑在一起，并做了一篇序来记述这一件事情。这篇序就是《兰亭集序》。《兰亭集序》这篇书法作品中传递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，字体也宛如一条蛟龙，显示出了非凡的气质，深受历代书法家的喜爱。同学们，课后请你也来细细品味一下这幅传世的书法名作的魅力吧。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，必须了解的中国文化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